说这号啊，啊，接的号啊，就抓我。我一直没有换我。干嘛？没拍一下。拍他干什么？每次出来都设备装在哪个机器上，就回去拍一下。不影响你们那个，影响其他那个机密是吧？等会儿那个，我那个仪表过来把那个装一下不就行？行啊行啊，可以。